哎，老板，那个五号桌我点了碗炸酱面，多少钱？啊，等会儿哈。啊。啊，哥，五号桌一碗炸酱面8块钱。你行，稍等一下啊，我跟我老婆说一声，让她转给我。8块钱你没有，你还得让你媳妇转给你啊。不是，你懂啥呀，现在成功的男士都是老婆管钱，哪有自己带钱的。哎，老婆，那个啥意思啊，你要不你跟我老婆说一下，然后那个她不太相信啊。谢谢啊。是真的，我是跟你老公在一起吗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这不引起家庭矛盾吗？哎，你这个人，哎，老婆，你行，我说吧哈。啊，你老公是跟我在一起呢。我操，你干嘛呢？你俩。妈，别还欺负我！那小杨就你欺负俺闺女了？怎么了？就你有妈，我也有妈，我妈比你妈还厉害，知道吗？我妈比你妈更厉害，我妈还凶，我妈更凶，我妈在村里出了名的凶，我妈在外面是泼妇，在家里还是母老虎呢。